已经无存了，明暗恐怕是无办法回去啊。你吃饱了没？明晚好，我会说伊的。我知，你嘛较早好困嘞。先生，歹势，今仔去客湾了。头家，会用你斗三工无？我是出差的外地人，即马时间晚，嘛无准啊。阴暗，恐惊是无办法转去啊。外口雨阁落遮大，拜托你啊。唉，这附近只有我一间旅社。安尼啦，我甲你想一个啊办法。十七啊间有一张眠床，毋过隔壁有病人，惊吵。你尽量保持安静，袂显我出声音。请你放心，我以我教导的名声做主，绝对袂甲你搅扰的。你摕这锁匙，坐电梯到五楼，电梯门也开，行到底。伊倒边的楼梯爬起哩半间啊！你是小姐，我是有家庭的人，请你赶紧离开吧。艾琳啊，你别惊，我是旅社头家的查某囝，我叫孔雀。孔雀小姐，我拜托你赶紧离开吧。艾琳啊，你就缘投的，咱来做伙一世人好不？我爱你。小姐，你有要紧吗？啊，艾琳，原来你嘛是爱我这么亲。孔雀小姐。请你别这样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想你需要的不是我，是神。孔雀小姐，看在神的慈爱上，你先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吧。
这条破链你先收咧。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咱拢是伊上敬爱的子民。孔秋小姐，即马时间足晚，咱两个代志明仔再搁讲好不？孔雀啊，你别再这样啊！孔雀啊，孔雀啊，孔雀啊！我也没确定，那间女舌头家的查某囝，伊头壳有问题。翁的，你着千万耐心，我紧转来哦。
遮是足恐怖的，啊，刷落来嘞。嘿呀，遮恐怖的大影，我伫想讲，我可能无法度回来啊。而且，伫个全会海水内面，我阁亲像看到。神的看顾，让你最后会当平安倒转来。嗯，这一切拢要感谢神的保庇。啊，对啊，这次出差有帮你买一份礼物，就伫我的皮箱内面，去看卖啊，有喜欢无？红的，你对我足好的。Huh?